Johnson， 然后有一个叫 Mr. Rodriguez， 现在有两个报告，两个专案要报告。第一个是 CoFax， 那 CoFax 它其实是一个 Line 的 Chatbot， 所以，哦，北京反对。哈哈哈哈哈！北京真的会反对。好，对，它是一个 Line 的 Chatbot， 然后如果遇到说，在 Line 上面有奇怪的讯息，你想要查证的话，你可以把它转传给我们的 CoFax， 真的假的？然后呢，它就会告诉你说，就是资料库里面网友的一些回应。如果你觉得这个回应是你满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再转传回去到它原本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协助这个查证的散布这样子。那我们目前的话有84000个好友，然后有14000个讯息是每个月会传进来的，然后资料库里面有25000则的这样子的即时讯息。然后今天希望就是来这边征求阿玛一起辟谣以及帮忙一起写code的工程师。那辟谣的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CoFax 和 JUNIORE.TW 的网站上面，那你只要会 Google 就可以来参与，然后所有的资源基本上都是 CC 零开放给公共领域。那编辑在这个网站上面所写的东西都会成为 LineBot 未来的回应。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希望会 ReactJS 的开发者，我们在 GitHub 上面有整理出一些Good First Issue， 是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协作，然后让我们的编辑可以有更好的网站可以使用。那总之就是请上谣言打大平台的 TW， 让我们一起让谣言止于 CoFax 使用者。然后第二个专案是我爱家我解惑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在网站上面看到一个反同论述，你想要回应，可是你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应的话，这种讯息它可能不是在 LINE 讯息上面，所以你不好问 CoFax。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我爱家我解惑 answerfamily.org， 它是一个协作型的资料库，在这边有一个搜寻框，按下去看说法之后，你就会看到说，这个爱家讯息，我们之前已经有人把它标记出一些可以回应的段落，然后以及这些回应的段落也可以就是有多个回应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这个讯息，他们常常都会附一些影片嘛，那如果影片在这个平台上面，影片你可以再点出另外一则讯息，另外一则就是它的逐字稿，然后我们在这个逐字稿里面又可以再做一些回应，所以它其实可以做到说，把用这种出处来把不同的讯息连接在一起的做法。然后它跟 CoFax 的差别就在于说，我们的这个我爱家我解惑，它是第一次以特定的议题、特定的立场来做所谓的协作型资料库的东西，而且它的设计也偏向于可以去处理比较长篇幅的一些论述。那我们今天想要征求就是一起填资料库的伙伴，那就是对这个婚姻平权有兴趣，或者是对法律、对婚姻平权相关的法律就是有研究的人，一起来处理这个资料库。那我们的资料库来源是我们其实在去年八月就开始一直默默在收集这些夏福盟或者是爱家的支持者的这些论述，在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然后有200多则，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些 Facebook 上面的回报讯息以及我们下面的一些讨论的过程，把它放到我们的我爱家我解惑资料库里面，标记出带回段落，并且整理出回应，把它放上去。那这一样也是到这个谣言打大平台的 TW， 你也整理可以让其他的平权支持者捡到枪。谢谢大家。